新手朋友刚拿到吉他，一定要先练习导瑞米发扫拉西，不然就会左手不灵活，分不开。记得点赞收藏，每天练习。首先我们来认识一下，吉他上最细的是一弦、二弦、三弦、四弦、五弦，最粗的六弦。弹奏时食指负责按压第一格，中指负责第二格，无名指负责第三格。第一个音刀在五弦的第三格，无名指按，右手大拇指拨响它。瑞是四弦，空弦不按。咪是四弦的第二格，中指按。发是三弦四弦第三格。骚是三弦的空弦，食指拨。拉是三弦第二格，中指按。C 是二弦的空弦。高音的刀在二弦的第一格。然后我们把它边弹边唱，把它连起来。哆瑞咪发嗦拉西哆，再倒回来。哆西拉嗦发咪瑞哆。一个星期把它练熟，就证明你有天赋。然后接下来给大家布置一个作业，当你把它练熟之后，我们用它来弹奏一首小歌曲《茉莉花》。咪咪嗦拉哆哆拉嗦嗦拉嗦，把这一句弹出来，就证明你学会了。